原标题：三国时期，诸葛亮的嘴有多厉害？从他劝阻关羽、马超打架就可以看出，在三国时期，因为当时的社会环境十分的混乱，出现了很多的势力，所以说爆发了很多的战争，同时也出现了很多有能力的人，他们之间相互争斗，都希望能够消灭对方，获得更好的势力范围。但是在这么多人中，小编认为刘备是最成功的一个。虽然说他的蜀国是三个国家中消亡最快的一个，但是这也是没办法的事，毕竟他的儿子自身的能力十分的有限，但是这并不影响他的成就，因为他本身的出身就十分的不好，再加上他自身无论是行兵打仗能力还是出谋划策的能力都十分的平庸，但是他却在这样的环境中带领自己的势力生存下去，并且还能够成为坚持到后面的几个之一，可以说十分的不容易。但是要提到他手下那些人最有能力的话，那就不得不说他手下的五虎将了，因为他们每个人都十分的有能力，但是却都十分的效忠刘备，这是一件十分不容易的事情。今天我们就来讲讲五虎将的一件事情，它是发生在马超和关羽之间的事情。大家都知道关羽是从一开始就跟随刘备的，但是马超却不是，他以前是自己单干的，虽然说他的势力人不多，但是却十分的精良。这个时候曹操就想要收出他们为自己效力，这个时候的马超肯定不愿意啊，自己辛辛苦苦建立的势力怎么能让你夺走呢？于是就和曹操展开了斗争，但是双方的人员相差很多，于是他肯定是失败的。这个时候他又不愿意效忠曹操，所以就来投奔刘备了。而当时的马超被大家认为实力十分的强，恰好当时刘备的手下关羽也是一个这样的人，所以相互之间肯定不服气啊，所以关羽就主动挑衅他。其实关羽以为是有私心的，因为在马超来之前，可以说关羽就是刘备最信任和能力最强的武将，但是马超来到后就不一样了，因为他的能力也很好，这从他自己能够建立起一个不错的势力就可以看出来，所以他威胁到了关羽的地位，再加上当时的关羽十分的高傲，看不起马超，所以就想要和他交手。而马超虽然说刚来，但是也不能让人欺负不还手啊，于是两个人就要较量一下，但是诸葛亮却不想让他们打，因为两个人的实力都很强，一旦哪一个受伤的话都是吃亏的，所以这个时候他就劝阻关羽，告诉关羽虽然马超不错，但是也只能和张飞他们差不多，并没有你好，这样他们才没有打起来。返回搜狐，查看更多责任编辑。